国希望，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，受到他人虐待时又不屈服之心，受到灾厄侵袭时又不受挫折之心，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，不向豺虎献媚。我希望庆国的国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，都能成为统治，被称为自己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王。我给自己设置了三个目标：第一，我要生很多很多的孩子；第二，我要写很多很多的书；第三，我要过很好很好的生活。你就是那个万里冰雪长作客，陈廷俊能够给我的东西，难道你能给我？陈萍萍脸色果然有情。我叫朵朵，海棠朵朵。本官是南庆监察院四处之员，沈姑娘应该很清楚，自然没有一句话是真的。不怕诸位笑话，我范安之乃含着金石出身的人物，任何想以银钱为利器买通我的人，都赶紧死了这份心。事隔三次，病好了没有？钱儿已经病好了。哼，好好的被给姑姑听。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这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。谢谢你，哥哥。如果用你的生死去威胁他，他究竟会怎样救你？我是什么？我就是一个笑话。信心，天下中人一定要拥有压倒一切的信心。朕要在上面。不错，徐宇镇杀了他，那又如何？陛下，你必将众叛亲离，在孤独之中，汉天下无胜，却。